外婆，我不是给你买了好多抹布吗？你怎么还用我旧校服擦桌子？哎，快扔了吧。哎，这衣服吸水性好，扔了多可惜啊。饿死了。哎，外婆，你怎么老用饼干盒装针线啊？我还以为是好事呢。外婆这就给你去做饭。对了，仙儿，你这是休假休几天啊？以前一放假就让你回来，你都不愿意。不是，经理，凭什么开除我啊？我的业绩明明是全公司最高的呀！得罪了徐总的侄女，你还想在公司混？收拾东西，明天就给我滚蛋！算了，我什么也不想吃了。这孩子，外婆，你怎么不洗澡就睡觉啊？我今天不太舒服，就不洗澡了。衣服上都有味儿。哎，外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睡觉不老实，我去另一间卧室睡了。可你小时候不是最爱跟外婆一起睡吗？哎哎哎！哎，外婆，我昨天就提了一嘴，你还真给我做了。哎，快尝尝，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？桂兰，哎，我给你送贴糕来了。外婆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没事。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要的天河牌普通贴糕？哎，对对，就是这个。谢谢你哈，还辛苦你跑一趟。仙儿啊，忙不忙啊？外婆这关节炎又犯了，你帮外婆贴一贴吧。交给我就行了。就贴这就行。不是，说好了把那个敌人交给我，你们怎么不听啊？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外婆家网不好，等一下啊，我换个地方。哎，你们先别打，哎。外婆，外婆，对不起啊。我昨晚没关系，外婆知道你忙。外婆，我帮你揉揉肩膀吧。好，是不是就是这样不舒服呀？